哒哒哒哒哒哒，太夸张，太神奇耶！总共你刚刚说多少钱？我们这样买大概600，扣掉口红的钱，600块，600多，好便宜，很便宜耶，好爽哦！而且这边环境好好，都好凉，对，很凉，而且它东西都用得好复古，嗯，真的，不会有那种残破感。好酷哦！对啊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种啊。没有没有看过。如果之后这一包没出去，就代表其实还好。大家知道我的暗语了。这个也好香。哎，每次进菜市场就会很想闻肉松，就很想吃。哎，但很多菜市场一开始进来没那么香哎。好的，鱼味。喜欢那干货。啊哈！我不知道会不会自己开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坐那一桌啊？可以吧 ？Hello， 早安。那个是我们上次拍片的时候认识的一个酷老板，万华地头。然后他在这边开了一间很酷的酒吧，是可以买市场的东西带进去吃。这边就是私心我们自己爱吃的东西。哦，大家看来要记住哦。地头蛇推荐。那魔油饭好像已经休息了。不然腿部肉也好。我们先去啊，好早就收了。然后还有鲜蛤专卖店，你最爱的，最爱的，真超好吃。拉蛤，超级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可以带着这张吗？可以啊。我怕忘记了，要多是什么？星星狗，星星大冒险。哎，我酒吧的东西都贵到天，对，然后这边可以让人家带外水饺10颗200块，而且我刚刚看到他说低消是要喝酒，好好笑，所以不能喝美酒，对，一定要喝酒。其实刚刚说这可以拿去装，所以如果你要出去买东西，你就可以先跟他们拿盘，这很环保。但我们如果要买，应该会买太多，我觉得这盘子应该装不下，而且你又不是金鱼脑，对啊，不是。然后这个蚬是一定要买的哦，我这蚬蛤专卖店，我超爱。你今天一直心心念念要吃咸辣，那我们可以各一半吗？可以啊，100-100可以吗？可以50-50吗？我们怕吃不完，我们要去旁边那个酒吧喝。你怎么知道？这间生意很好哎。对啊。啊，客人都会出来这里买这个配他们那个啤酒。他一直说你们这间超级好吃，你是不是有入股？好好玩哦，真的很像十字路口少年特工队，狗狗星星大冒险。哎，有那个姜黄饼啊，大家晓得怎么算？4-20，1-5块。我小时候只吃过小的，那个是危险的，这个请。哦，谢谢，好哎，耶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再来是阿婆，阿婆，啊，阿婆卖完了，卖完了，哇塞，好扯哦。可是老板有说他的蹄膀很好吃，可是蹄膀我们怎么吃？哦，太大颗，我们就啃很久了。然后再来是044，你会想吃天妇罗吗？吃，超爱。044，哇，好猛的感觉哦！它是这样夹，然后拿出炸来。难怪刚刚 fish 要给我们那个盘子啊，让我们装炸物。对，招牌是什么？招牌是虾卷。好啊，虾卷。好啊。排骨酥也是招牌吗？对，要几块？不知道，我很怕。我说停我就停，我不会说停。好，那这样就好，我们还要吃别的。这样最好吃，要吃其他东西。你有没有带盘子？没有。你先回去拿。好好好，那这样多少钱？那一个只有10块，这个140，这样190。好，对对对，好，去拿盘子过来，我送你东西。好，耶，送你7块哦。啊，好好哦，太多了吧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喂猪一倍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再来。猪尾，猪尾，猪尾，猪尾。哇啊，老板今天不在，没关系，有鸡就好。一个人吃，两个人，要不然你买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啊，这样好啊，好，就可以什么味道都吃得到，耶！这样多少？100块。那我先把这个要不要切？哎，我是大健康餐，好便宜。这是两健康餐的肉。哎，鲨鱼烟啊！我最爱鲨鱼烟了。鲨鱼烟可以带，我帮你切100块。好，好，好啊，谢谢。哇，好幸福，我最爱鲨鱼烟。我们一直心心念念呢。哎，这间上次我们有吃三色蛋，三色蛋最后一个了，最好吃，最好吃。老板，我想要一个三色蛋。这真的超，这真的超级好吃。这比你做的还好吃。
这是我做的。你是那边吗？你觉得你做的这个比较恐怖的。好，然后豆皮寿司，老板说很厉害哦。他说老板娘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要看湿度跟温度来做那些豆，好厉害。所以我很期待他的。我们想要两颗花寿司，然后三颗豆皮。两颗花寿司，三颗豆皮。好，各位哟。哎、欸，好怀念哦，阿妈，我阿妈以前都用这个的库存膏，哎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，这个卖很久了，哇、哦，好可爱哦！我有印象哎，这个包装啊，我有印象，就是那个甜甜的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，我有印象，我有印象，我阿妈都用这个，然后我有点想要买一个那个，啊、那个多少？85，我自己花，我没有带钱，你没带钱、啊，对，谢谢，不会不会，帮我买个阿嬷的回忆，好，我帮你买一个嬷回忆，哎、欸，黑龙，那是黑龙什么？老板，这个黑龙是什么？日本的，那是做什么的？壮阳，面霜，保湿哦，油的，它里面是红色的，是，里面是红色的，白色的，哦，哦是，那我怎么叫黑龙？黑龙切开也是红色的。哎、欸，金鱼鸟不会下来骂我，我们会回去当垃圾袋。你还逃骂，我都不敢讲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太夸张！全集耶，总共你刚说多少钱？我们这样买大概600，扣掉口红的钱，600块，600多，好便宜，很便宜耶，好爽哦！而且这边环境好好，都好凉，对，很凉，而且它东西都用得好复古，嗯，真的，不会有那种残破感。啊，后面那个上次。啊，对，上次 Fish 说那个是从以前留到现在的，好像是这个建筑的门哦。这个山水市场以前是一个在室内的市场，好像有做排水那些日治时代。大家可以大家看一下啊。但我们要先解决这些桌上这些东西。可以动筷子了吗？可以啊，我很急耶，我在等你说他。而且要吃饭院一定要加假的 wasabi， 真的就没那么辣。对，真的就没那么好吃。哎、欸，它好绿哦。这也是培乐多等级。嗯，蒜蓉甜酱油，完美。干杯，鲨鱼干杯。Yeah. 哇，好软哦。嗯，好美味。很 Q 很 Q， 烟熏味也很够。嗯，好好吃哦。那我小时候也不敢吃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恐怖，但我长大好喜欢，就是那骨头跟骨头的缝隙，啊，你的肋骨哦，对，小时候会怕，嗯，好好吃，所以可能要选一下部位。它胸的地方稍微干了一点。再拿一个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蒜头辣椒。好啊，谢谢。他们蒜头辣椒超级好吃。你们一匙在台北酒吧可以卖80，连那个朱威阿姨都好吃。朱威鉴定过的哦。对啊，就是配他鸡肉超棒，他只是蒜头跟辣椒。啊。哦。再来，我应该是炸物。嗯。我想要吃这个。甜的。好奇，很有炫，嗯，很好吃哎，它炸得很好吃，很软，没有油味，嗯，其实它的油很新鲜，嗯，它好吃哦，这个才是重点吧，那好大的一考验功力的时候，但是外面都炸得蓬蓬的了。你插下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出来，你刚刚一直试图要炸，你怕它掉下来掉，嗯嗯，好松。太多调味，不会咸到爆。啊、就是单纯的芋头。嗯，招牌是不是虾卷？招牌，贪心的拿了两个，其实应该要一起吃一个。那炸的真的好吃。嗯，好幸福哦。那牛蒡天妇罗非常好吃，它现在目前是我的前几名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天妇罗。好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，它味道很好哎。它里面那个膏皮很柔软又 Q，嗯，口感很好。嗯，怎么又有了？太多了吧？这什么？哎、欸，虾子，你讲才有。隐藏版的啦，这个我们上台面上没看到。这个要请你吃，这个我也没吃过。哎、欸，这好酷！鳜鱼皮，白带鱼，白带鱼，哇，好猛哦！我要自己各扣留一个。这些新东西是只有来酒厂个人才会吃的。哦，限定。哎，这是炸到可以整只咬，对不对？哦，它虾子很大，哎，对啊。
这炸到不会很干，它的肉还是有它原本的，然后它虾里面湿湿的，对，有虾膏，哇，好吃哦，白蛋，哇靠，嗯，好柔软哦，超级好吃，它里面也一样不会干干的，那外面有一层很薄的脆壳，好酥，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做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是它都是鱼浆开始做起来的，就是整只鱼然后开始做鱼浆，好扯哦，所以他们拿到的东西一定都是最新鲜，好扯，好用心哎，先喝了，那你做一下嘛，好，干杯，耶，干杯，那好喝，好喝，是，这个是那个姜辣，哎，很大颗哎，做60多年，然后，对，这60多年，然后他们以前很多万华茶室。现在应该现在也还是很会跟他们拿这个姜辣，所以茶室是可以吃到姜辣，好爽哦！对啊，这边比台北酒吧还赞。而且这个姜辣是你注意看，没有一颗是关起来，一定全部都是开的。有时候会看到关，因为老板会一颗一颗挑。那这些东西等下可以配个清酒，姜辣配清酒很棒。姜辣配清酒，好啊！耶，干杯！这个它是比较清口，然后比较。比较很清爽的果香，它好好喝。其实是一种那种各种发酵的酒合在一起。酱油跟清酒，跟清酒的。那这个，我最兴奋。这个，你这个有吃过吗？超好吃。真的假的？这是最后一盒哎。我每次有一些朋友来，我都带这个，我都给他们吃。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台北现在应该不算常见吧。好软哦，它的芋头含量比较高。适合配个也配个什么清酒，紫米也适合配清酒，我觉得可以。那要留一口，我今天还可以拍片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会 hold 住你。那你的酒量应该比我好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差不多，我三杯上也是极限，我在极限和挂中间有个游离值，会可以很久。好，那你很幸福。我那个很短，然后我很快就想睡觉。你就不会干出很多会后悔的事，对啊，不像你可能在水沟盖撞了一天。有人在国父纪念馆跳舞跳到爆，有时候觉得哎，这有人已经开始红了哦，对，但我还没醉，真的，我只是很容易。那可以，快乐等级是不是？好好吃哦。小心哦，你要不要用手拿？我已经放弃你用筷子，大家可以数我掉级。Crazy， 我好饱，但我还是想吃完。哎，我们吃超多，好饱，要吐。休息。而且我们有龙都的味吗？那是不一样的味。上次龙都的老板答应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带生鸡蛋来，他会帮我们加在木瓜牛奶里面。一个加在木瓜牛奶，一个加在冰上好了。好啊，这次我们要一起吃一个冰了吧？这真的吃不下，而且我们还是找洲际霸美的老板了。但那个肉我吃得下。好，不要给我吃北就好。哦，然后这个是以前他们拿来通风的天井，对，然后好像雨水就是会从这边掉下来，然后这边都会变小溪流，哎，很漂亮，哇，这边好，我看 IG 上如果有人就是那种网帅网美来，好像都会在这边拍照，真的吗？啊，过去一点，脸很红，你跟瞎子一样，可以啊，可以，然后他们会低角度，啊，什么？蛮好大声。然后这边以前是制冰室，那个阿嬷以前就在这边弄冰块，弄超久。然后这里面一格一格就是那个冰块的膜，哇，掉下来！你不觉得有点像锅炉爷爷那里？我也觉得有点像。森林少女。然后他们以前就是下面就是工厂，上面就是住的地方。哦，对对对，以前还他们上面还可以中介工作。哦，对，以前都要靠人去介绍工作。所以以前全台北最顶尖的 HR 就在这里。哎，我看到了，哈哈哈！洲际肉粥，哎，我从来没看到店哎，这也是雪瑞的爱店，从小吃到大。他一直跟我说那个红槽肉很好吃，然后我们上次来桌上都突然多了三盘红槽肉，嗯，就是老板先拿过来的。哎，这边是老店哎，而且它的玻璃不是黑的，好厉害哦！可以进去看看吗？
可以跟我们招手。哦，哪个国家？德国。哦，德国。Germany。这个是可以点歌，然后你会好厉害哦！还有非洲鼓哎。对对啊，还有。你会学？你也喜欢学乐器？手风琴。手风琴学过钢琴。你们想听？可以叫老师弹给你。老师，我们想听手风琴。手风琴。真的假的啦？很好吗？我空面积 ，ich habe Deutsch gelernt。好酷啊！我吗？德国。那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，就是会 Guten Morgen 其他都不会。对，蔡恩基彼得。你们想听什么歌？日不落。哎呦，日不落可以。我要教你。他们不会比较旧歌、比较老的歌。那个 Country Road 的有吗？ Country Road。Country Road， 嘿，你好。好。这个。这是广播赛，广播赛哦。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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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们上网。好啊。介绍。好。我们已经做水果做了十几年，最专业是弹琴了。哦，到网络上去搜寻许祥云就有他的。好。哦。我们有木瓜牛奶80，简单的哦，所以你们也会炒一些菜，对哦，好特别哦。这些是你们的熟客吗？还是说熟客？我们的熟客他们都自己来玩乐器哦，那么厉害！你们去了哪里 ？Open Gym，Open Gym， 我们要去洲际肉粥啊，洲际肉粥，等一下。买过来吃就好了。你刚买过来吃啊？这还可以听哎。对。我们先去吃，我们怕打烊啦。我们等一下再来。4点才打烊啊？我没有听，我没有听，我没有听。拜拜！我们这台也是那个德国的，好厉害哦！音色又更漂亮。好，那想要学可以来约时间。好，2点之前才有。好，走了，我们就这样莫名走进，然后有了一段，然后我又喝得红红的，在那边敲锣打鼓，好荒唐哦！我也觉得很荒唐。洲际肉粥到了，哎，还是很多人呢，你要吓死人家！还有八戒，红烧肉可不可以给我们三片就好？因为我们刚刚在三片，对，我们刚刚在 Fish 那边吃太饱了，真的这样就好，真的3-4片，我们吃个味道差不多了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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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们想要一个凉笋，好啊，笋尖，这只有夏天才有。它的肉粥也很好吃，可以给我们半碗就好了嘛。啊，少一点，少少的，对，少少的，因为我们刚吃太饱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来点会满的，只是因为我们吃太饱了。Fish 说这间的鲨鱼也很好吃，对，然后他也说芥蓝他很喜欢。不一样的味道，不一样。那这边烟熏味比较重，嗯，但这边口感比较好，嗯，它的那个皮应该是你爱的那种，它好像更脆 Q 一点。然后笋尖，你不用再跟你妈抢了，我们一个人有3个。哇，好夸张哦！嗯，好，这个好好吃哦，嗯，超级好吃。你们要快吗？哇，好多。
好帅哦！好帅哦！你有切到手过吗？一定会啊！好快哦！对啊，你切好快哦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精华中的精华，最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这是热的，刚出炉的。嗯，好脆哦，很脆。嗯，接下来就要吃这个最有技术含量的这个肉粥。嗯，哇，好有味道哦，很厉害哦。我之前吃的都很淡，那它的米是粒粒分明那种。对啊，很好吃哎。要是我生病或者喝醉酒，有人可以送这个肉粥，我就嫁给他。老板，很好吃，它真的好饱。我已经到这里了，我已经到咽喉，好恐怖，那只能再吃一点点而已。啊，你给我200就好了。好，就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本来想说不用了，不行，我要付钱。OK， 谢谢你。谢谢，好好吃。谢谢。拜拜。好饱，我死了。好饱，我是要散步。去剥皮寮散步，他在需要溜溜。我们会不会等一下在养生会馆里面？因为真的太饱了，要找一个地方睡午觉。我真的想睡午觉。这个剥皮寮，这边也是日治建筑。应该不是哎，是清朝中期就建立的，好猛哦！哎，龙都，龙都，以前还跟黑松联，哎，好猛哦！线下店，清朝、日治、民国，清朝比日治还先。那为什么是剥皮的？他还是没讲哦。地契称作浮皮寮哦，所以是口语，对，以前剥皮寮的。哎，这边有电影哦。这边有电影，电影节，它有些妆还有印记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对，好漂亮，又太漂亮，从自从米味之后又有个漂亮，你好漂亮，好米粒，又皮又米，我就是太饱了吗？有没有人在这边曾经玩过玩具啊？一定有啊，就是会有那种两人三角，像那个宜兰艺术。哦，那这样是不是也会有那个？对对对，滚钢圈。对对对，搞不好只是我们还没长大，找到。太饱，又醉又饱，我们被食物弄烂了。你是不是屁亮的猫？屁亮很米粒啊。买了小杯的青草茶，这样压压我们的保障。有人已经喝完了，我忘记拍。我最喜欢毛根茶，毛根好喝哎，有个奶奶味道。对，然后我是无糖青草茶，都可以降火气。然后之前是皮肤比较不好，他说如果燥热的人可以喝毛根。哦，哎，查拉奇开始出来摆摊了，开始出了。我刚喝那个好后悔啊！对，好后悔，有更多肚子都在全部都胀在那，我的肚子都已经比肉眼早上真的大了快要3公分，我觉得腰围。等一下，怎么会有 press butter sand 的？这是很高级的吗？这我从日本有买回来的，它保存它不用冷藏吗？我看一下它的保存期限。哦，谢谢。啊，这个要不要买了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。2017年9月29。复古的味道，蛮香的其实。对啊，奶奶的。好啊，我先选，我先四个都闻，我再看我要喷哪一个。好，你这可以持香多久？应该到3-4个小时吧。哦，淡香精，淡香精。哦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很臭，我快吐了。今天的查拉奇货还好，对，还好。先回去秘密基地，太饱了，太饱。是万华大世界的秘密基地。雪瑞刚刚最后一句话是说，他从来没有那么饱过，跟他说他一定要吃龙都，所以我们就让他午休一下。但其实我也快不行，这边很舒服哎，连 fish 都不知道。我又复活了。
这个是极限了，我们只复活一点点。老板不在，但他还是愿意帮我们加。大家不要来找他们麻烦哦。对，只有我们哦。老板上次答应。你刚刚手指头戳进去，你会不会怕？湿湿。后面两个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的冰箱要麦角和玉米和牛奶。它是用他们传统制作味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是特别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哦。哦。所以我们在复刻。哇，谢谢。后面这个还要吗？还是要打在木瓜里面？可以吗？这样会这样喝吗？可以。那这一颗再麻烦你们了，我们家在木瓜里。哦，谢谢。哇，这是隐藏菜单。复刻，复刻。哇，但人家想要吃的是麦角，那你们等下再干一碗。再拿一碗啊！来来啊！谁怕谁啊？我也不怕你啊！反正等下再回去大世界睡一下就好了。那个会关门啊。这巧克力吗？应该吧，巧克力牛奶哦。以前小时候的味道，它的巧克力不是巧克力酱吗？是那种很古早，有点麦芽，对，然后不是很甜的那种。嗯。哦，有，已经硬了，已经硬了。哦。OK。哦。好浓哦。嗯。巧克力味变更明显哎。好好吃哦，难怪他说不能加其他料。嗯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蛋味好香哦，这个好像不会让我饱胀。好，激我来啊！谁怕谁？我最讨厌人家激我。真的啊，我们家生鸡蛋木瓜牛奶，但忘记点无糖啊。对，好，它会不会很甜？可能哦，好喝哦，不会很甜，但好像应该是有特别勾。真的假的？有蛋味，没蛋味。好特别浓，很狗，但是没有蛋味，木瓜感觉被包住。但这我们得一起喝，因为我现在又到这里了。等下去霹雳小窝躺一下。哪里有霹雳小窝？万华大世界还是我们的霹雳小窝？必须去我们的，我真的需要睡一觉。